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。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。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观，3600圣，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